不是你老公我们对男人不感兴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丽娜，这是我们的姜老师 Angelina， 还有我们的红毯老师四位美女今天在这个视频里，所以大家必须要给我们点赞，这个视频一定要爆。 OK， 必须的，要给老公宝贝一下，是不是？对呀、也不是宝贝吧，这是相互尊重，让他放心。对，因为真的太漂亮了，如果我是你们的老公我也不会让你们一个人出来。今天就是今晚只有女人就会没有男人，不要男人，不要，我们对男人不感兴趣。可以啊，好有药哦。这个贵州的折耳根，这边就是折耳根，国料就是折耳根。那这是什么辣椒？是贵州的辣椒面。羊肉粉里面有没有这个辣椒面？羊肉粉里面那个是胡辣椒，蒜，你吃得惯吗？可以可以，我很开心能今天认识到这么多的美女。那你们可以教我怎么吃。我要先把那个拌一下，加点。啊哈，不多，差不多。这样子啊，豆腐这个看起来很好吃。对，好了，干杯！杯里面那个鲈鱼耳语啊，两位老师都说的很标准，我也很连。这个豆腐，真好，不像我之前吃过的豆腐，贵州的辣椒那就是很出名的，对，香辣。是我的声音是 Angelina， 辛苦了。感觉这个辣椒很香。对，我最喜欢的是折耳根，是我担心的是我一吃折耳根我会太兴奋了，太开心了，太幸福了，所以我受不了第二次吃折耳根吧。就是爱的人非常爱，是 的， 是的，不喜欢的人就没办法接受。那你们都喜欢吃折耳根吗？我们喜欢呀。在我们重庆的话他们有当成佐料，但是在贵州它就是每个你要你吃的那些东西，它都会有一个佐料在。那大家你们平时能不能吃折耳根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说一下，因为我估计我吃不了。老师，那你呢，吃不吃折耳根？吃，特别喜欢吃。你是贵州的？对，贵州的。就是本地的？对，就是本地的。我们这边有贵州的美女，然后呢重庆的美女，重庆的美女也喜欢吃折耳根呢，还有四川的美女，特别喜欢吃。哇，肉来了。好香，是卡西非常。哇，大家现在看着我们的视频应该是会羡慕死我们。哇哇哇，哦，真香，干吸头了。这个包子里面很好吃的。好的。你们很适合拍视频，不管什么什么角度。对啊，我搞不懂你们怎么不用嫌弃拍视频，你们肯定会。我就想向你学习啊。好的，学习，我真的很想学习。好的。哎，这个烟，这个烟烟的，还好没洗。还好爬的烟。耳朵是重庆的特色，就是重庆的男人呢都是怕老婆的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给他们报备，不需要管他们。那为什么他们怕你们？是因为会是因为尊重哦。好老公，好老公。四川也是一样的。对呀，四川渝地区的我们这边男人挺好的，丰富的男人，负责家庭、做饭、打扫卫生、洗衣、做饭、带小孩。大家好好听着，单身的朋友们先要做到这些，然后才有机会找这么漂亮的女朋友老婆。要不我们就会数倒三，你们会不会说老子是倒三？会呀会呀会呀。好的，三，要老子数倒三。我是正宗的嘛，因为我是重庆妹子嘛。他这样老师来教我。对，这个肉，这个其实还是区别于那些什么韩式烤肉啊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更香一点，相比来说，因为我一直喜欢吃烤肉，但是我觉得贵州的这种小豆腐的烤肉，我觉得比那种什么韩式烤肉啊更有味道。你看吃法还是差不多，包在里面就这样子啊。啊，就咬一口，对，嗯，吃的好优雅，好香。没有，那是因为拍视频要优雅一点，不然的话就一口闷。我想吃我们当地的特色，我们这里的特色。我觉得太好吃了，而且大家都这么热情，很热闹，真的好吃。欢迎大家来贵州遵义习水吃这个小贵州的美女，然后重庆的美女，四川的美女。哎呀，这个视频太美了，我担心的是，哎呀，我们的家人们受不了，必须点赞。
包起来，还有这一个是吗？两一口吃掉，好的，互相属于第二样有了，要得要得，好的，嗯，老鱼，好了吗？嗯，不是。牛肉烤箱很嫩哈，有点凉了，但是很舒服的了。嗯哼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生日，大家在后面过生日，所以很开心。贵州的土豆，贵州人很喜欢吃土豆，是的，各种土豆的款式，土豆泥、土豆条，还有烤土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在乌克兰也很喜欢吃土豆，贵州的土豆特别好吃，就让我想起来我在家乡的感觉。我们这边刚好是，后面就是免费的音乐会有，大家在这边唱歌。但是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的土豆，这土豆真的是太好吃了，更让我想起了我在乌克兰的这种感觉，家乡的味道，家乡的土豆。我觉得国外和国内的味道应该都是一样的吧。贵州的土豆，我觉得还有东北的土豆特别好吃。是外国来的吗？叫马铃薯啊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但是每个地方的那个土地都不一样，但是这里的土豆，好吃，太好吃了。我应该是最多会吃的是土豆。你叫我怎么吃的这些美食更优雅一点啊？就是怎么吃的更优雅一点啊？我觉得我不够优雅。没有没有，我还想向你学习。我觉得人家觉得我吃东西好像最优雅的。有，我吃东西也不优雅。那我们今天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我们可以跟家人们展示一下怎么吃优雅一点。我跟江老师美女，吃个土豆吧，沾一点。但是我觉得吧，哈。妹啊，吃这种美食，我们就一反方法，还要注重那么多的细节，就是的，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随意一点，随意一点，享受这个美食，享受这个环境，享受跟朋友一起就会非常长的了。我们需要注意那么多，美食跟土豆，就是乌克兰人最喜欢吃的两个东西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老公来了，不是你老公。是我的老公给我完全不顾打电话，这不挺好的吗？这自由，我这安全，挂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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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挂。我又必须要表扬一下我的老公哈，他为什么打电话？因为他现在正在给小我们家的宝宝洗澡、看书、睡觉，所以他才会打电话。好老公，好老公，我们家老公是值得表扬的。是的，家老师的老公很好。我的老公今天传说我烦死了。老公，他的老公也很好呀，我的老公也很好，我的老公也现在是直播，太忙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